带你去长大的。我个人是对那种事情比较还好，干我宁愿自己在家看着我的二次元妹妹打手，我是说看着他们，然后打开我的这个手机，然后把他们下载到我的手机桌布。OK， 打手打开手机，我讲太快，好吗？我是看着我的二次元妹妹打开手机，把它设为桌布，然后我绝对没有要讲什么奇怪的关键字哦。只是有点兴奋，讲太快。打 P2020， 那个是平常去 N 网练习的时候是打 P2020。那我们练枪有分两种枪，一种枪是长的打共匪，短的打妹妹。对，然后我们平常去 N 网练习的就是短的那一把，然后我们在 Apex 或是练枪软体就是长的那一把。我自己是比较乐于练习。等一下，身为一个教学频道主，怎么可以说乐于练习短的？但如果要讲实话的话，好像还是短的练习时间比较多啊。这毕竟我们是一个老师的，我也不想欺骗各位。你有看过《剑士转生成魔法师》？好，我有什么队友？然后走一走又暴毙了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情况变得难以理解。喂，我操！我操，他旁边有队友，哇！干，本来想跟他单挑的。那call队友，艾许，妈的，闹走！周三更完主播台后免费的活动组合包，哇操，真的假的？你直接抽到那个哈伯克的大奖啊！哇操，恭喜啊，小柯！这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人家说的这个善有善报啊。你这么爱吹我，以后我也要多吹吹人啊！看到人就直接吹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看到就吹。想看看我的运气会不会比较好一点？啊 ！Nop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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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拜给。Nope！Nope！No！这把打完，就不知道，我应该也要去靠腰。我桌上有蚂蚁，肯定是蚂蚁，我打不赢。好了，没有蚂蚁了。这把认真吃鸡好不好？我们这把以吃鸡为前提来进行游戏，然后每次这样讲，看到人还是过去车，看到人还是忍不住，来吧，来，让我们来一个热情的激情下战，热血开扁，我们就是这种人。看到人之前温文儒雅，看到人之后兽性大发。哎、欸，他妈的瞬移仔，他会瞬移哎！我操，不是他是瞬移啊，哥们，他瞬移哥们，
我有开直播，你可以来我那个录像看，你就知道，它真的瞬间移动。太恐怖了吧？对啊，我直接找不到他在哪，看到人在你背后啊。我没有在讲干话，你们应该有看到吧？但他真的瞬间移动啊！虽然我觉得他那个是 lag， 我觉得真的是网路不好的 lag， 但我们可以把它神化一下。我操，他妈瞬移过啊！夸张一点，夸张一点，这样显得我们比较厉害。落地有狂暴最爽，有落地有狂暴加有敌人打才爽。像这把没有敌人打，我操！我队友怎么要爆开啦？这种时候呢，身为一个专业的机器人，一定不能跟队友走一起，除非是比赛。你他妈的！哈哈！他急的。磨刀子，磨刀子，帮加！超惨，超惨！二打一，二打一，加油！这打输哦，我直接 Alt F 4删除 Apex， 干！再插一个人，再插一次圈。身为男人就是要插，这是为什么那么喜欢玩机器人的原因。因为它可以一直插，不管是侦察台还是绿圈，只要它想插就能都能插。推了推推推，哥们，好，植物人走位。倒一倒一，哥们！帮一下。哇操！哇操！哇操！不好意思，我被狙到，那长弓。啊哈！干，我就知道这里可以击败到一堆人，哈哈！干，这里超爽的啦，完全没人要鸟我哎！哈，看这个死人点，各位学起来了吗？这尾圈，我操！哇，干，差一点四千，可惜可惜。